火山火海火焰高，练了吧钢铁烧，忧愁烦恼都敢跑，火焰解说来到了，废话好多啊。我们现在玩的叫无中生有啊，无中生有空岛篇，空气怎么干房顶上去了？他弄了一个附魔啊，是叫飞行靴的东西。我现在来买东西来了，我终于能做刷丝机了哟，给我吧。哎呦我的妈，一桶水是吧？一桶岩浆，哦，我就能做刷丝机了。不过我好像没那么多方块哎。哦，咱们去看一下啊。大漠呀，你那石头能给我点不？我想做一个刷丝机。咱们最好是再掏一点那个什么啊，掏一点那个虫子，再买一桶水，做个无限水比较好一点。这个啊，放在这儿，小树叶，然后用这个钩子钩啊，它容易掉那个虫子，看到没？那个水是多钱一桶啊？大漠呀，能不能资助我点那个什么呀？石头啊 ？Hello， 我看那水多少钱啊？16个虫子加上烤的8个，自己想办法。你这个小气鬼，那破石头也不值钱。我就发现你真是那么抠呢，真是虎落平阳被。对，这话好像不太礼貌，大概那意思嘛，是吧？我又被无视了，是吧？鄙视了。哎呀，我看看啊，那我就把这给敲掉吧。OK， 咱们得正能量啊，对你值钱，对你也不值钱，你举手之劳的事儿，你真过分。OK， 我看一下啊，他们是一块住，我是自己住，所以我啥我都缺，这样呗。那咱们先那啥呀，先拿这玩意儿先对付一下啊。流浪商人，我想把他弄死。我看看啊，刷石机咱们放在哪儿好啊？往这儿扩一下啊。这粘土也不太多啊。我看看啊，早晚得换是吧？那咱们就那什么吧，咱们就弄吧。OK， 先对付一下呗，然后抠出来石头就好办了是吧？一桶水，一桶岩浆，可以可以。然后别的还有什么没？别的没有了啊，走。只就是这个刷石机这个比较难弄啊，弄上了以后就开始好了。那我就把这些全给踢掉先啊。OK， 我可别掉下去啊，我身家性命全在身上呢。我掉下去我哭死了，但是。好，我看一下啊，刷石机我记得是4格吧。咱们大方点啊，这样，这儿来一个，这儿抠掉啊，然后岩浆，是这样吧？岩浆，然后是，妈呀！哎呦我去！哎呦哎呦哎呦我去我哎别给我着了！我去喂别！哎我真是，我没有东西啊，我咋弄啊？这还着火呢，咋还啊？哎呀！这可咋整啊？要不我铲点雪呀？太困难了，我去！我呀，别嘚瑟了啊！我把这个箱子放到把这俩先放这里啊！我铲点雪吧，小伙伴们！我太穷了，我拿雪块能好使不？这样能行吗？做点雪块呗，用雪块做刷丝机能行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个天！哎呦我的个天 ！OK， 这没多少吧？两个滴水石锥，你还整出来滴水石锥了？这玩意儿应该不着吧？这玩意儿能化不？不知道啊。这样呗。我发现我也是个奇葩的人。OK， 好了啊，那咱试试啊，这能行吗？雪块版的刷丝机，这脑瓜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先放水看看，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啊？它不会化吧？哎呦我去！你别！哎呦喂！哎呦我去！没事吗？
别叫啊。嗯，可以啊，非常的耐吃，雪块版的啊，可以可以啊。嗯，你真是个大聪明。好吧好吧。